大家好，我马仙儿啊，最近太多太多的朋友啊，太多太多的人啊，还是做不出选择。这个选择对于他们太难了。已经有在这边待了3、5年的，待了几年的人，这段时间都在考虑到底是留在国外还是回国，两难选择，艰难的选择。他也做不出这个选择，哎，问我呢，我在这些事儿上，有的时候真的也没法说，没法劝，啊，反正呢，我是说呢，留给你们的时间呢也不多了，啊，你最后怎么做决定呢？都可以，但是呢，要快。其实说到这儿呢，这几天的情绪啊特别沉重。啊，沉重到什么程度呢？沉重到我真的是不愿意再说下去了啊！因为很多人说这个造成的这种恐慌啊，造成的这种恐惧啊，什么什么的，我是想说呢，它没发生之前，你有点恐惧呢，这个真的不是什么特大的问题。但是它真的发生了那一天啊，你再恐惧。那就来不及了哈。说到这儿呢，实际上我这时候呢就特想推一卦，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整个的这种情况，如果说从道理上说啊，就是留在国外呀，或者是不再回去了呀，或者是做出决定来，在国内的人呢，有绿卡呀，有什么的护照啊，什么的，就是说，马上啊，做出决定要走的人呢，这个时候呢，我就特想呢，说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好好做一个卦占卜一下啊，就是未来的路，现在的情况是怎样？今天呀。这个为了让我这个坏心情啊，好一点哈，这个我呢这么给你们解这个卦啊，这个卦雷风横啊，变卦呢水地比，雷风横卦呢雷呢是代表动，是代表足，是代表走，是代表跑，远行，外出，出门啊。这个时候啊，就有首歌啊，还是怎么着，一起去郊游啊，听过吧？然后呢，内卦反阴，叫什么呢？它这个在卦象上说呢，是足下有乱啊，这个事有反常必有妖啊。这时候啊，我们这岁数啊，这个费翔啊，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歌啊。在我耳朵啊边儿啊就响起来了，哪首歌来着？就那个《鬼来喽》，鬼来了，鬼来了那歌，啊，嗯，然后呢，鬼爻动变财爻，这叫什么呢？这叫民以食为天，卦以财为本。但这个时候，你说你做不出选择来，是因为钱啊？你做不出这个选择来，是因为说我离开中国了，我在中国挣不着钱了啊？我这个不离开中国呢，我外边的这个福利呀，外边国外的这个好事儿呢，我也享受不到了，都满了你的愿啊！这时候呢，这个过去的有一首神曲啊，叫什么呢？叫我爱你，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啊！那歌怎么唱的？忘了啊。四爻子孙爻午火啊，动变鬼爻，好日子不再来了。因为子孙爻代表这快乐呀、好的呀、这个一切的这个美好的东西呀。这个时候呢，谁呢？邓丽君出场了啊！邓丽君唱《何日君再来》啊。五爻鬼爻申金动，五爻啊。
是一个卦里边的核心，五爻呢又代表君位，又代表权威，又代表这个房屋的这个承重墙啊。如果他要是一动的话呢，这个房倒屋塌啊。这个时候谁开始唱歌了？唱哗啦啦啦啦下雨了，看到大家都在跑，哎，这个歌你看啊，今儿我这歌怎么这么多呀？啊，这个六爻啊，上六爻啊，代表什么呢？代表远方，也代表即将来的啊事项啊。上六爻呢，这个也是开始发动乱动啊。这个整个卦里边六个爻里边四个爻都是乱动，地爻不动，就是说我们叫什么天地人吧。就是地象上边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天象上边倒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儿。但是如果乱动了呢，你如果要是看今年从这个庚子啊瘟疫到这个即将什么这个蝗虫啊哪儿哪儿哪儿，然后呢哪儿又刮大风了啊，这个烽火连天啊，哪儿哪儿哪儿出现这个鲤鱼，这个鱼啊，这个河里边的鱼啊纷纷的自杀往岸上跳啊，包括有人就是还用这个古诗说这个颐和园的水起了大风浪啊，这个湖里的水要是起浪啊，这个国家啊，这个谁谁谁啊，某某某啊，这个历代去查去，还有给我写诗的，还有给我说这个什么的，这个叫什么的，那个叫烧饼歌啊，这个推背图啊，里边说了这一项啊，等等等等的，我都不想说啊。这时候呢，我脑子里又来歌了啊，但是我记错了，但是这歌呢，是不是说小螺号瞎鸡巴吹来了有鸡堆，有这歌吗？这不对吧？这小螺号啊，其实不是瞎鸡巴吹，游击队真的来了，好吧？这反正啊，最后的说，如果我们要看卦象水地比的话呢，他就说你自己和你的选择，和你的这个什么叫两权相害取其轻啊也好，是什么？这个卦恰好是什么鬼爻有虚相害。如果是鬼爻有虚相害的话呢，在这儿呢，我把今天的这段视频你们听的呀云里雾里啊，我说的呢也尽量呢不让我的眼泪啊出来啊，反正就是说呢，就是让我最后再看了一眼，有这歌吧，我没说错吧啊。还有呢，最后我再说，没有出来的和出不来的，还有呢是因为爱这片土地，爱这个国家，爱周围的人啊，爱你的亲戚朋友跟父母啊家人呐、啊、不能割舍的人啊。哎，也只有什么呢，也只有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这个都是九十年代的神曲，对不对啊？是不是流星的眼泪啊？其实流眼泪有什么用啊？反正呢，最后还是说做决定吧，做决定吧，再难的决定也得做呀，是吧？看我们家大黄啊，你们多难呢？人家这边呢还是睡，天天睡，天天睡。睡醒了呢就上桌子，你无论你是在干活啊，你是在干嘛呀，他得站你前面的啊。这就叫什么呢，这个叫乱世人不如狗，好吧。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订阅，再见。